当不够理解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偏见或者是标签，错误的标签，一些错误的想象。对，那我也蛮好奇，就是星代你本身是一个顺性别者嘛，那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支持就是一些跨性别的一些权益？就我刚刚说我生两个小孩嘛，然后我儿子啊，因为他从小就是看姐姐长大都会穿那个公主装，所以他其实小时候大概两三岁，那大概一年多的时候，他每一天都要穿裙子。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集的《咱的代志》，我是星代医师。那我们这一集呢，很荣幸邀请到一个特别的来宾是 Vivi。那我们直接请 Vivi 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Vivi， 我目前是一个跨性别女性，然后我本身正在就读谘商心理的研究所，然后我本身的兴趣是跳舞，主要跳的舞风是 Vogue 这个舞风。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跨性别？好。跨性别的话，它主要定义就是你出生被指定的性别跟你心理认同的性别是不一致的状态。对，我觉得应该蛮多人是第一次，或者是对于跨性别这个名词听起来还很新鲜嘛。那我们来聊一聊说，平常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大家最常误解跨性别的事情啊？那其实最常听到的就是，可能是大家不知道跨性别这个名词，然后可能比较知道有可能三性啊或伪娘这些名词，或者是会把跨性别跟男同志搞混，是，然后他们觉得我是一个男生喜欢男生，所以他们会觉得我是男同志，因此很常把跨性别女性跟男同志搞混。是，对，但其实像跨性别女性跟男同志最大的差别就是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的感受，但男同志其实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男生。哦，对，的确是。然后他只是刚好喜欢男生。那其实跨性别它是一个性别认同的状态，跨性别女生其实也是可以喜欢女生的，因为其实性别认同跟性倾向是分开的事情。嗯哼哼，对。所以如果当我是一个跨性别女生，我又喜欢女生的时候，那我其实我就是一个跨性别女同志，是完全分开。那你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特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名词嘛？我们有时候会说那个伪娘，那伪娘的话它是？伪娘的话，她主要其实是她还是认同自己是男生，对，她只是一个就是伪装的娘这样。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跨性别女性就是一个假的女生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很常误用伪娘这个词来称呼跨性别女性。然后刚刚还有讲到三性这个词，但其实三性这个词它其实是第三性的简称，我觉得它比较有点偏向非二元的概念，因为它不是男也不是女，它是可能是第三种。很多人会觉得跨性别女生是第三性。但其实跨性别女生真实认同感受到自己是女性，而不是第三种性别。你怎么发现自己是跨性别者？那其实我大概是从国小的时候有发现自己就是不是男生的感觉，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的教育体制下很常就是以一个性别二元的框架去区分男生跟女生，嗯，对。那这个框架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老师以前在国小的时候很常就是要管秩序嘛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带队去哪里，可能就会说男生一排女生一排，那这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我要站哪一排，哎，对，会，但是可能一般顺性别者不太会有这些困扰，是，但我就会深刻感受到说，我站在男生这一排，但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不自在，那我站在女生那一排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我不能过去那边，因为大家会觉得，我不是男生吗的感觉，对，这时候就开始慢慢有一些对于性别认同的感受，是，对。但是因为以前教育没有教我们什么是跨性别或者是性别心理认同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开始会误以为自己是一个男同志。也是因为那时候就是身上，因为是新辅系这个环境，然后以前求学阶段都在读书，然后到大学就比较开放嘛，可以去更探索自己，是，然后再加上新辅系的训练其实在教我们去觉察自己，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大一的时候看了丹麦女孩这个电影啊，对，然后那时候就确定了自己的跨性别女生的认同。那我们接下来聊聊看你是怎么接触到伴侣盟这个组织的。我当初其实是我参加一个跟跨性别相关的讲座，有问大家说，如果有之后有想要收到伴侣盟的一些资讯，那可以留一些你的 email 这样子，就他们每一年都会办就是跟性别相关的营队，是，然后那一次的营队就是他们需要就是可能找一些跨性别主体，然后想要去就是一起筹办这个营队。你只要对跨性别议题有兴趣，或者是你本身其实就是跨性别，想要更认识其他人，或者是你想要了解一些更深入的跨性别议题，其实大家都可以参加，就可以参加。有年龄限制吗？没有，oh. 我们就是开就是很友善邀请，就是大家有兴趣的所有每一个想要了解的人，对，嗯哼哼。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就是伴侣盟他们有什么活动，可以去就是他们的脸书，他们其实都会发很多跟性别相关的议题的文章，然后他们其实也有创立一个就是性别平权小站，就是大家可以上去就是看就是更多一些跨性别的资讯，或者是一些同志或者是一些性别议题相关。那其实你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其实下面有些人会给予支持或回馈，那其实或者是有些人也会站出来说他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就是你可以获得一些普通感，因为就是可能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状况。普通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会知道说，哎，这个是别人普遍共同拥有的感受。所以你当你知道有人跟我一样，我不孤单。对。所以你当你看这些文章，或者是你看到就是底下有人也会支持说，哎，你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会自己心理状态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子。我们开始研究跨性别议题之后，我很常看到一个名词叫做恐跨，就是恐惧跨性别的人，对不对？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觉得台湾有很恐跨吗？我自己感觉是有，对，因为我觉得主要就是一样回到教育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些可能性少数的名词或者跨性别的定义不够理解，当不够理解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偏见或者是标签，错误的标签，一些错误的想象。对，比较近期的污名可能就是觉得说，哎，跨性别女性进到女厕是想要去性骚扰女生或性侵女生，但是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或者是很没有逻辑的。哎，可是以目前现行的阶段，其实非常多的男跨女跨性别者使用女厕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对不对？对，所以我敢大方承认说我每一天都是进女厕。 对，这样听起来某种程度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台湾社会，其实全世界的社会基本上男女这种二元性别的分法下，其实男女还是不平权，所以女性有些还是对男性会有比较多的女性会对异性有恐惧感，那这个恐惧感如果被无限的不合理的放大，就会变成好像所有跟男性相关的一些关键字或线索都会变成好像是有威吓性的一个来源，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阴茎这个，它其实器官任何器官都是中性的，就算它是长在生理男身上的器官，但是它其实还是一个器官。对对，而不是这个器官里面有什么意识。其实我觉得人要犯罪或者是人有什么意识要去侵犯别人，都是脑，而不是那个器官有什么意识。那 Vivi， 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身为一个跨性别者，你有没有特别希望政府为跨性别族群做什么样的政策调整，或者是教育方向的调整？希望政府可以做更多的是性别教育相关的。前面其实有讲到蛮多，都是因为不理解，所以造成这些污名或者是偏见。但其实就是跨性别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当有教育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意识到说，哎，跨性别是怎么样的状态。那大家有这些理解之后，就会比较少的去定义别人，要去决定别人的性别认同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在政见推演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研究过这个性别友善厕所。你觉得目前北部这边的性别友善厕所使用状况怎么样？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理想性别友善厕所的状况，因为其实真正的性别友善厕所其实是要让每一个人，就不管是跨性别，或者是你是性少数，或者是你是顺性别者，都是让每一个人可以去上一个你认同的厕所，而且是你觉得舒服自在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隐蔽性或者是保护性这样子。是。对，但是我之前有去过一些性别友善厕所，可能是他就直接把小便斗就放在外面，然后里面还是隔间。就是它是多人的，它不是单人隐私式的。对，所以我觉得是那个空间设计上可能需要让每一个都成为隔间，对，不会让每一个人在上厕所的时候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对于政府来说，它厕所的规划有时候是同样的占地、同样的施工，它只是说在设计上面要更加用心，更加考虑到各个族群的需求，其实就可以达到的。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也蛮好奇，就是星代你本身是一个顺性别者嘛，那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支持就是一些跨性别的一些权益？就我刚刚说我生两个小孩嘛，然后我儿子啊，因为他从小就是看姐姐长大都会穿那个公主装，所以他其实小时候大概两三岁，那大概一年多的时候，他每一天都要穿裙子，然后他穿裙子真的很可爱，就是小公主的裙子。可是我也观察到他穿裙子有面临到很多的阻力，就是比方说他穿的时候，他的阿公阿嬷就会说啊，男生怎么穿这个，然后去学校老师也会说你要脱掉啊什么什么，就是都会一直干扰他。那因为我的立场是觉得你要让一个小朋友在没有任何框架之下做自己，既然会遇到这么多的阻碍，
有时候改变想法跟改变社会的一些刻板框架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可以说不需要成本，也可以说需要很多成本啦。但是我觉得政治工作就是倡议嘛，你要一直讲一直讲，把你认为对的事情讲给大家听。那其实性少数的权益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对的事情，而且就是需要大家的脑子这样转过来，其实就完全可以有很多东西就可以改善了。那我很希望可以透过一直不断的聊这些事情，让更多人觉得，哎，跨性别就是存在在我们你我周围。然后你看同志婚姻通过了之后，人也没有跟摩天轮结婚啊，这个社会更加美好。你周围多少同志的夫妇或者是妻妻活得很快乐幸福美满的。因为我们刚刚聊了一堆你的生命历程，但是有一个最重要还没有聊到，就是你跳舞的厉害的那个事迹。我们来看一下你是不是有得很多奖。我跳舞就我跳 Vogue 舞风，这个舞风之后开始找到自己，就是消除我一些就是身为跨性别者 的一些自卑感。这边有一些我之前得的一些奖杯，刚刚有说到其实跳 Vogue 这件事情跟跨性别文化非常相关。对，也是因为这个是认识自己身体的其中一个环节，然后也因为这样你有认识很多跟你相同的。对，然后获得一些普通感，刚才说到的普通感。 对，如果今天你本身是有一些性别的一些困扰，或者是你对性别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多去认识 Vogue 这个舞风跟这个文化。好，那我们今天听完 Vivi 得到这么多奖项的肯定之后，我们直接现场拜托 Vivi 来为我们表演一段，好，好不好？好。好。What you feeling till you're feeling like? Breath so sore. What you feeling till you're feeling like? What you feel till you're feeling like? What you? The motherfucking. You feel like this. You feel like. You feel like a cunt and you feel like. You feel like this and you feel like. You feel like that. You feel like. You feel like. Feel like. You feel like. You feel like. What you feel like. What you feel like. Breath so sore. What you feel like. You feel like.What you feeling like?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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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feeling like